升国旗，唱国歌。 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，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。全党、全军、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。 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，继续把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巩固好、发展好，继续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。